大家好，我是阿杜，我现在山东济南，我背后呢是大明湖的老舍纪念馆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我又遇到一个拍婚纱照的，我们现在从这里进去。是石刻题记，老舍先生的铜像，老舍与济南。现在我们从这里进去，进入大门呢，这是一个照壁，像一个四合院，像是一户住的院子。正堂左右偏室，是老舍先生的第二故乡。这里呢，很多的文献史籍也都介绍了老舍先生。这其中还有很多老舍先生的作品，当然对老舍都不陌生，因为在我们的小学、中学、高中的课本上都有老舍的作品。左右展馆看一下，第二展馆里面也是一些史籍记载。上面呢有三个灯笼，灯笼上写的字是茶馆，这老舍先生的作品茶馆。舍南舍北皆朋友，浴火绝唱大明湖，这个作品老舍与济南，老舍的小说和老舍的散文集。这个老舍展览堂的整体的风格呢，也是按照四合院的建设去建筑的。老舍纪念堂的建设呢也特别的漂亮，作品断魂枪。这个屋顶上也有三个灯笼，这个灯笼写的是老舍作品《我这一辈子》，骆驼祥的茶馆。骆驼祥的呢，我已经看了两三遍，我也看过这个骆驼祥的改编的电影，很受感触。八方风雨吊济南，啊，茶馆。这里呢，我们老舍的展览馆就已经看完了，那我们下个视频见，再见。